2.5米，水深是2.4米。这里每天有专门的训练和指导。现在这里开设了一个暑期培训班，学费是75元，学制为12天。武术运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朝阳体委为我国武术运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在今年北京市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上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今年暑期也开设了一个武术培训班，学制是1个月，学费是150元。在我身后正在训练的呢，就是京华武馆的小学员们。